红裙喜欢这个地方吗？虫群又拿下了一个星球，我们卷土重来了。敌人会畏惧我们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我们无穷无尽，永不止息，而且我们不断进化。我们在查尔星的目标也完成了，我很快就会决定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。我好强大，我觉得自己似乎可以威胁到你了。扎加拉，听好了，有朝一日你可能会统治虫群，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办得到了，那就动手吧。不过下一回我们交手的时候，就是至死方休了。我会服侍你，向你学习，也许有朝一日我会领导虫群，不过那一天还没到来。那么我教了你什么？远见，女皇，你教导了我远见。虫群很强大，但是对领袖而言，只有强大是不够的。我打败沃菲尔靠的不是数量或是蛮力，我只是具备他所没有的远见。我会记住的，女皇。以前我曾经提供人类给你做实验吗？是的，结果相当失败，结构原始，生物适应性极低。我本来是人类，罕见的人类个体，又能潜力强大，克服天生的缺陷。从现在开始，不准再对人类进行实验。很高兴知道这点。在战斗过程中，人类对利维坦发出了数千个这种装置，这些不是武器。这是个双向通讯装置。刀锋女皇，我就知道你会变回你的真面目，变回一个怪物。现在呢，如果你还在乎吉姆雷诺，那就乖乖照我说的去做。对，他还活着，不要让虫群接近克哈星，离我远远的，否则就等着帮他收尸。那个男人牺牲了一切才让你恢复为人，而你就这样抛弃掉了。这会让他多么讨厌你呀！他一定恨不得马上杀了你。我感应不到吉姆的存在，要是他还活着，这世上谁也没办法阻止我找到他。